模特出身的朱雨仔作为新阵容加入韩综玩什么好呢？陌生人来疯的美珠直接展开互呛大战，两人为了恋爱经验可是吵得不停啊。说到恋爱经验，朱雨仔才说了句，如果要我说我的经验，和我交往的人就被美珠狠狠打断，呛他都是在玩文字恋爱，没想到立马遭到对方反击，你从来都没谈过恋爱，当时听到简直太惊讶了。最搞笑的是朱雨仔还说，听说明年会上市一款真的很好的 VR 眼镜，自己之后一定会给他网址，要他再忍个一年，之后就可以有多样体验，直接完胜美珠。两人斗不停的画面让粉丝看到都笑得不行。